嗨，这是一期拆快递的视频，一共有这么多东西。这些东西呢，都是我要用来布置我的这个小的工作室的，就是以后的一个拍照的背景和一个环境吧，算是。所以你们能看到有很多的大件儿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，想知道我买这些东西到底都怎么样。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，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。别忘了一键三连，那我就随便看见哪个就拆哪个吧，就先从小件儿的开始吧。这是一个小的装饰，就是挂在墙上的那种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，哎，这是什么样的图像？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小的装饰物，就是挂在墙上的。然后他送了好多这种彩色的小贴纸，可以把它贴在墙上，然后也可以挂在墙上。我买的这些软装，我觉得总体风格都是比较偏向于北欧风一些的。我怎么没记得我有买这个呀？我有买过吗？这些这样组合的小卡片，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背景，然后也是可以贴到墙上的这种。还有一个这样的挂毯，这个我很喜欢哎，就是感觉做工还可以，然后这些小东西也都挺便宜的，就几十块钱，应该就这样穿起来的，然后可以挂起来，挂到墙上。OK，下一个。这个是我买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买了几本拍照用的道具书，就非常非常的轻，非常的轻。还有一个挪威，这样子的，反正就是拍照用的这种道具的书，就是摆在那里可以当做一个装饰的那种。哦，这个是我买的小花瓶。我以为它会很沉呢，没想到它是木头的，就是这样子的小花瓶，它竟然是木头的，然后正好买了很多干花可以放进去，还挺好的，不怕摔。是我买的画板，哇塞，它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样子的这种白色的板子，就是美术生用的那种画板，真的好大呀！这个是60×90的尺寸。其实我就是想这样靠在墙上，然后上面可以贴一些画或者照片之类的，然后把那个电箱给挡住。质量还是不错的，而且还挺便宜的，就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。其实我当时本来是想买那种就是挂画来着，就是买了挂画放在地上，但是我发现那些都好贵呀、啊。这个还挺便宜的，是不是很机智？而且白色的，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感觉的，稍微装饰一下。好热呀，开着空调好像也不太管用。哦，这个是我买的装饰，也是装饰用，是一坨这样子的芦苇。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少很多，因为这一坨好像是什么100只芦苇，没想到100只芦苇就这么一点点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吗？好看吗？是一个就是很有复古感觉的镜子。然后它背面就是可以挂在墙上的那种，哇，好复古啊！就是它可以当一个托盘，上拍一些产品图之类的，好不好看？哇塞，我很喜欢。然后这个也不是很贵，好像我记得就不到100块钱，几十块钱。就是大家在出租屋的话，也可以买这种东西布置一下。OK，下一个。哦，这个好像是我买的那个花盆儿。不是，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花盆，是一个人脸的那种，里面就是这样，真的好重啊！这怎么还有几根头发？噔噔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花盆，上面就是插点那种干花。我很怕最后拍完了发现，哎，没对上焦，那就尴尬了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盆下面，然后里面是放的这个仿真花的，一会儿把这个仿真花拆了。但是里面还挺粗糙的，而且挺轻的，还没有刚才那个小的那个人脸的那个花盆重，很轻。停下来！他怎么这么局促？先把它放到盆里吧，我就先把它放。算了，先不弄它，先把它放在一边。OK，这个应该是黑板，没错。
黑板上放在里面的工作间。噔噔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黑板，然后要把它挂在墙上，然后我们再来拆这个。这还得自己组装呀，我天，我以为它是直接就是过来自己就弄好了。下面都是几个大箱子，这个椅子这个也得组装，就算了吧。这个应该是我买的那个干花，哇，好香啊，就是这样的小花朵，好看吗？哎，我没想到这个有这么大，这个是我本来往新家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那个小花瓶里买的，还有这样子小玫瑰，这些都是干花，就是买干花它就不用打理，而且可以坚持很久很久。满天星，又是一个小玫瑰，我都没印象买的这个。这个是买的一个小瓶子，放干花用的。这个店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买了，如果你们想买点回去装饰一下的话，而且相对于其他店铺来说，价格还是比较便宜。这个是一个这样琥珀色的小瓶子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透明的小瓶子，这个也挺好看的。上面是绑了几圈这个麻绳，这个，你们已经看到那边好乱了。哇塞，看着就好舒服啊！这个是那个坐垫儿，我搬不动。天哪！我觉得这个椅子看起来还蛮贵的。还没坐呢，折着呢，这垫子不太好呀。哎呀，看了一下，是这样，累死我了。怎么样这个椅子？还可以吧，我觉得，在上面可以拍穿搭之类的。就是之前看了很多博主都买了那个就是藤编的那种木色的那种椅子。然后是挺好看的，但是我觉得太多人都用那个椅子了，这个还比那个便宜呢，那个椅子好像要大几百块钱吧，这个就300多块钱我记得，还挺显好的。这儿还有最后一个东西，我已经快累死了。噔噔，哎，好像看不清。天我要把它放到这一边，也是一个装饰用的道具，拆的部分就完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收拾一下。我好累啊，我而且很热，我明明把窗户都关上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这么热。不错吧，还看起来 OK。 好像这个确实太大，有一点过于大，我本来就是想把这个给挡了，再来这个花筒，这有一个小棉花，超级可爱。这个不是假花，这个是干花，不假。
我对于插花这种还是挺没有审美，挺不在行的，我觉得。看看行吗？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块大概就是这样了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地方呢，到时候还会再买一个画板把那儿挡住，就是那个非常高的梯子，然后那个假树和这个窗帘有点丑，因为这个是房东安的，我后面可能会把它换成一个那种白纱帘，然后中间还买了一个那种圆形的草编的地毯，这边是放镜子的地方，镜子我没有重新买，就还用之前那个镜子，还挺大个儿的一个镜子，就会放到这边。看着东西挺多，这样一收拾好少啊，其实就这么几件，就是这些花比较多。这个镜子照人有点胖啊，我觉得。好吧，我本来也不瘦。OK， 那我就对着这个镜子给大家说个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。